OK， 哈，大家好，我是马佳琪，我是十二月的惊喜主页，然后这是我为大家要开始准备的第一件作品，然后是一个成品呢，是一个这样子，一个招财猫，对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2021年可以过得开开心心，然后可能加一些自己的小创意。是第一，大概以红色和白色为橘红，就是鲜。最近的样子，其实还挺可爱的啊，是吧？没错。做完了，你等一下。那这两撮眉毛最后一撮不对，那靠近上一翘。别意思啊，然后再给他可爱的小脸蛋儿上个色儿，那又粉红色。我觉得粉红色有点太淡了，是不是？那粉红色跟这个橙色稍微掺一下。要给它加点精髓，我在这里写个字，去平平安安的。
就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吧。对，就这样吧。让别人的，别人算是这样子，完全没有按照他那个逻辑画，就是他下面是他的身体，然后我直接给他画这个脸，应该会可爱吧。OK。OK， 然后现在这里为大家介绍第二组。是唱片，对。然后第一张呢是玉置浩二老师的唱片，这张唱片呢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一张，就是代表我送给大家，代表我自己的喜好。然后第二张呢是张信哲老师的唱片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像是爸爸妈妈会喜欢的唱片，然后我个人也很喜欢张信哲老师的这张唱片，就是希望大家是可以。常常就是像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听的那种感觉，可以幸幸福福。然后第三个礼物呢，我正准备开始制作，大家很期待的。就是在国外的时候，去了一趟环球影城，当时觉得特别好，然后就听说北京这边环球影城马上就要开业了，拿到这个的朋友呢，可以去兑换一张环球影城的门票，当然你可以带上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一起去，因为觉得里面有很多，然后可以带我先去，代替我先去看看哈利波特的那个主题的。公园还是什么来着？对。OK， 然后这就是我的三样礼物，一个呢是 DIY 的产品，可以祝大家平平安安。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的好听的音乐。这个白的吧，这么干净。然后第三样呢就是。可以跟好朋友或者是家人一起去游乐园门票。OK， 然后这就是我的三个礼物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